敢不敢哦？而且这个新的 ARAM 新地图哦 ，ARAM 啊 ，ARAM 就是 All Random 跟 All Middle 全随机跟全中路的地图，这是一个新的地图，在扎克版本，应该会在扎克版本出现了、啊，是一个雪地的 ARAM 地图。然后这个地图除了雪地之外，旁边还有一大堆小东西、小物件哦，尤其这只什么东西，说真的有点可爱。然后他的防御塔受伤会依照他受伤程度开始有崩坏的特效出现。等一下，我把小兵清过去，然后开始打塔，让你们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塔快爆了？他血量是多少？剩下一点点。他原本是一座好好的塔，他现在是被我们打成这个样子。像我们原本的一般地图防御塔嘛，它不会有什么特效出现，然后它现在越做越精致，会有一种破坏的快感。打爆这座塔，上啊！它会越来越崩坏。然后我稍微前进一点，这个就是完整的塔，跟刚刚被破坏的塔，崩坏的塔。OK 啊，那哇靠！那我现在要放一下大绝来看看，它的大绝你放出来的时候，他会弹跳四次，应该是四次啊，而且被跳到的人，被跳到敌人会被击飞空中一秒钟，加上缓速效果，我感觉 OP 啊。还有他的E可以把人家击飞 0.5 秒吧，还是多久？对， 0.5 秒，再加上 R 也可以缓速加击飞，然后 Q 又能缓速，控制器很多，靠。然后我要用大绝来爆看看，他大绝在放的时候，你可以边走边跳，用你的滑鼠控制你的跳跃方向、落地地点，所以说他不是无法控制的，你可以追着你的敌人跳，跳到他们头上，用布丁砸他们的头。接下来最后的最后，扎克有一个非常无耻的技能哦，他的被动能力除了说放技能会跳出小布丁让你补血之外，他可以。